家好，我是好，我是我们今天要挑战的是勇者之塔，勇者之塔不行，我们还在创造模式，好吗？真的哦，好的好。好了好了，你要挑战哪一个？哈，简一般，一般，多，奖励耶！我没有、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丢给你。我是二号玩家，冲啊！哟、啊！加速时间，让我加速到最快的时间。好累哦！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我是玩家二，有规则哎。你想拿头？一定要拿头吗？看你一定爽就好。游戏简介：勇气机缘手册。游戏简介：哪里啊？我看一下。游戏简介：欢迎各位勇士来到勇者之塔。整座塔总共有50层，在每层中有不同类型的关卡，例如 PULELES 机关陷阱拼图哦，拼图第一个是拼图，对啊，就是拼图。我又烂死了，而中间会设有补给站和商店，当中会有隐藏按钮在墙上，只要按下便会得到神秘奖励，而精力代表就是玩家的金钱，可以坐在商店中交易。游戏规则：此游戏适合1-4名玩家，除了特殊方块外，任何方块不得破坏，可放置任何方块，可利用物品进行合成，必须杀死每层的怪物才通过下关，不可拿发射机中的物品，不可在发射机中复制设置方块。特殊方块：石头、任何矿石、镁、铁、金、钻，不可合成道具、水桶。注意，死亡后会扣除经验值，不限制死亡次数。来吧，我们来享受游戏吧。Hello， 你先看一下那边有写什么。这里，我制作日期啊。这里啊，制作日期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游戏之前，等一下啊。等一下。干嘛学我、啊？你看我的头。什么爹？什么头啊？好，我要。按呢？上去了！哇，好像很酷诶！等一下，谁跟我说你不会这个？啊，我也不会爬楼梯。你不会爬楼梯？这样啊，爬到最上层然后跳过来就好了。等一下，怎么按？然后这样这样，你先下去跟我一样。这样，来看哦。爬上去最高层，这样一直按到上，然后变成这样来爬过去，你就可以跳过去了。你要面对着那个楼梯，面对着楼梯，你会像踩东西一样，然后跳过去就好了。踩东西，然后跳过来就好了。你有踩了、啊、哦，你没踩，对，已经踩好了啊，你就可以跳过来。我靠！为什么你会这样？别跟我说我们要卡在这一关哦！跳过来，会了吗？不过、啊，刚才有什么可以停住啊？哦，有了。就这样啊！你站到最上层，然后你就跳过来就好了。前进跳！哦，看到了。你先跳，你先跳，你先跳。跳。你就先跳，然后前进，就像这样。跳，然后前进。嗯。等一下，这样啊，爬到最上层，跟我你看一下我，好，这样跳过去。那、哦、我差点就跳过去了。要不要我放楼梯给你？哦，按错了。为什么你跟其他人一样会卡在这里啊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是先按跳还是先按那个啊？跳跳加前进跳。这样
票价前提，会了哈，会了哈。有贵重物品要放在那个装置箱，你知道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现在要按开始，现在要按开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通看。哦，开始后才可以啦，走啦，来按吧。你跟我过去那边啊。哎、欸，我之前我怎么没有掉、欸？好奇怪！哎呦，啊！你刚刚攻击我吗？按到了。好多符咯。补给东西，梯子给我。你把泥土拿走了，我跟你换。你拿回路亚走，拿泥土。走。打开了哈。对啦，加油加油！你有梯子吗？我没有啊，都给你了啦。是啊，你就这样划过，会吧会吧，不要在我教了吧。哎、哦，会了会了，很简单，这梯很简单。我给你精力，过来过来，你有收到吗？你的窝牢里有精力，等一下哦。好，我说开始再开始。开始，开始，开始。哇！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。我只有几个，好屌！哎，我的之前王者没有看到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我还有装在伺服器上。头颅给你啊！我不要头颅，换头颅。梯子都给我。走。现在，现在，红石头，干嘛、啊？咦、欸，为什么你的麦克风刚刚会有这声音？我也不知道。你跟我说你又卡关了，耶耶耶耶！等一下，不要按，不要按。好，可以按了。有蜘蛛。去死去死！哦，好爽！之前我组织的好爽。你把矿物质丢回去，资源要回收好吗？风力击退。风力击退，超屌，超屌！你看我快饿死了，我变成骷髅头了。你自己骷髅头，好，快点！这个要找按钮，第三关还没吧？哦，有了，看到了，耶，钻石。门要打开，找烟的看有那个门还要打开，找一下然后那个，怎么跟小白一样？没办法，都已经过了，找一下然后那个，还是这个 bug。哎呦，我断死了。好、哦，还是你厉害啊！石头，我也钻石加石头。放，哎、欸，
喂，好，快点 ，Go！ 哎嘿，水关吗？哎，没有，下一关。我不给你看。我掉下来了。我刚还没有上去，你就按下去哦。没有啊。哦，又掉下来了啦。我要脱下我的头。所以你到底会不会传影片？好，传影片。他这边有写，只成为精英成怪物，怪物有特别能力，做好防护再准备。好，看一下。暂时先放在那个中介箱，保险一下。没差，反正东西也不会不见。头颅也要留着。按了。我靠靠靠靠！根本 baby 黄金装，我挂了，我要挂啊挂了，哎，又来了，喂，有僵尸卡在那个下面呢，有金装你很飞利耶，被你拿走了，有啊，哦有。我丢给你啊！帽子哦，它卡在下面呢，给你啊！哪里啊？你不要，帽子在这里，帽子在这里，献给我要做钓竿、欸，快爆了！我的已经爆了两只，献给你了啊！哎、欸，捡嘞，这里啊，截止可以、欸、金苹果给我，给我金苹果。你拿回复药水啊！我没有金苹果，我没有拿金苹果啊！我拿了啊，跟你回复药水。等一下，看那个洞是什么东西？你看得到啊？嗯、那是喷那个啊，喷药水的那个。那干嘛？那干嘛、啊？就是喷药水给你。是啊。对啦。我放梯子了，你需要泥土吗？不用，不用，你确定？哎、欸，来到这里好快、哦，你有泥土吗？欸、不是都在你那边吗？哦，对哦，我给你五个。走开啊！哎哎，到这来，泥土除了有防守，还有其他用途？什么用途啊？盖上去啊！是啊，你确定？对啦，对啦。来，勇者之塔，这到底是勇者之塔还是一只勇者塔？都一样吧？不一样，差很多。都一样。不一样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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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烫到了。多啊！丢掉蜘蛛眼，拿去烧掉。这样。哦，箱子。耶、yeah, ，好多钱，好多钱。我什么东西都没拿到。回复药水。好暗哦。你底堆加哎呦，我回到原来的地方我还在走。你有找到那个吗？哎，你开是你开的吗？我没有开啊。啊，不然怎么会有那个机关的声音？你开的吧？都走过了。我没有开，我就开箱子而已啊。我回到原点了。嘿，等一下，我去找哪里还有。哦哟，出来了。我头开始晕了。
这是刚才的。你怎么会有蜘蛛的声音？这里还有路，这里。出口。哦，要找到那个按钮。哪里啊？找一下。这有荧光石。对啦。按钮呢？按钮，按钮。找找看，一定会有按钮。哦，好了，迷路。按钮，按钮。哎，这里好黑哦，你过来一下。这里，这里在哪里？哦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这里，这里好黑哦，什么都看不到。我看一下，明亮啊。我也看不到。有岩浆哦。你有看到东西吗？我看到按钮了。哪里？哦耶！出口在哪里？我已经出去了。好，没有，我刚才直接走出去。我一直在跟着你后面。啊？要走出来？难道我们会卡过吗？不会啊。哎，等一下。我要那个怎样？嘘嘘，第二集，你要第二集？哎、欸，我看到箱子，空的。那個